那我们怎么样胜过世界？我刚刚说过了，这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他们一起在这里做这件事啊，所以我们里面不要太担心哈，只要我们认真、真诚的、谦卑的来靠主啊。我这里只不过只是提几件事情，帮助我们在现在现实的生活中，我们可以来操练哈。那第一件事情讲到，如果我们真认识世界的本质的话，那我想我们就不会像从前那样子的迷恋、贪爱这个世界、效法这个世界。那圣经上当然是用命令的口气说不要爱世界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马太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就算你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里的生命还不是指地上的生命而已。今天我为了抓世界、抓主以外的东西，我一定牺牲我属灵生命的成长，我一定牺牲了、破坏了我跟神之间的关系，因为我爱世界、爱父的心就不在。我若爱世界、以世界为友，我就是与神为敌，代价太大了哈。所以需要一个永恒的眼光，让我们不仅不要爱世界，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所以在我们这次的操练题目里面，我就希望大家自己去思想，到底应该去思想你自己觉得世界，你个人的世界跟他的世界不一样，对不对啊？有人觉得电玩是他的世界，离不开手。对我来说，电玩我根本连想碰都不想碰，所以电玩对我不是世界。但是我的世界可能对你来说，余弟兄，这怎么会是你世界啊？啊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那么爱喝 Coke？ Coke 绝对不是我世界啊，说放就放的啊，常常被你们误会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有自己管自己的东西，我们要去祷告主的哈。那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就是不要照着世界的这个洋缝这个洋裁，他在剪衣服的时候有一个模子，他就照着这样子剪，这个叫做 conform to the style 啊，这个啊就是这样照着他剪。我们就不要照着这个世界，世界怎么流行我们就怎么流行。后现代主义说所有的都是对的，没有真正的对错，我只要喜欢为什么不行，只要我感觉好为什么不行，你们必须接纳我，这都是世界的观念。来到神家全部平等，谁跟你说的？我们在主人面前，这个神自己在神家里面立了他的次序啊。我们讲的不是世界上的权柄哈，这个神家一定有次序的，身体也有次序。所以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，不光是追求外面的东西，也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、嗜好，包括我们的观念啊。所以我这边出了一个题目，你自己要去想一想，在你生活里面有什么坏习惯会成为你的捆绑，成为你影响你跟神的关系。所以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，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。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好，那 我在很多地方讲到的时候，年轻人很喜欢在最后 Q&A 的时候问了一大堆，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子，基督徒可不可以那样子哈啊。那么几乎所有地方都会问说怎么明白神旨意，那是最 popular 的问题。那接下来的年轻人最多的问题就是我可不可以这样，我可不可以那样子。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他们讲哈，我说我光从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啊，我告诉你有四条准绳啊，有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四个基本原则，你下次要问说我能不能做这件事的时候，你把自己走过这四条原则，然后你看看你要不要做。第一个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是并不都有益处。这里讲的益处哈，不是你赚钱，不是你什么，而是你属灵上到底有没有给你带来任何的好处，在你的生命改变上跟神的关系上有没有带来任何的祝福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它是可有可无的。他如果是反面的话呢，你就决定不做啊。如果就算他是中性的，表示你不见得一定要做，因为除非他真的对你有益处。第二个，凡事都可行，但是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辖制。所以我才说你们自己要祷告哈。如果今天你要玩电玩，主说放下，而你放不下的话，那你就要小心，这件事情在你身上是个捆绑。
我说过，我以前换工作的时候，正好那时候要生老二，而且主要里面有感动要蒙召。换工作的时候，上一个工作累积了很多 vacation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，一大笔钱拿到手上啊，这个没想到主说他全要。我说主啊，11%以外哈、啊，我20%、30%、40%跟主讨价还价，讲到我说主，那给你90%，我留下11%可以了吧？主就是不讲话的，主讲完话就不讲话的。我就发现原来马门真的在我钱财在我身上有力量，舍不得，家里又需要，孩子要生，我有可能要蒙召，我讲很多的理由说我可以留下来，但是神说要是为了救我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当你试着放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原来你有捆绑。任何一件事情总不受他辖制，你不能不说这个话，你被辖制；你不能不看那个啊，不该看的，你被他辖制。你负面的情绪不能控制，你被他辖制。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找出自己的，愿意在未来的这2个礼拜，甚至更长的时间，我愿意来克服它。那第三个，凡事都可行，但是并不都造就人。我做的这件事情能不能给别人带来祝福？第四个是积极的，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我这件事情能不能带给神荣耀？所以 有很多是中性的哈，我们日常的生活吃喝那些都没有问题，但是我是说，你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合不合心意，你不妨把这四件事情走过一遍，很多的时候其实就清楚。那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，世界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一个辖制的力量，我们要非常小心哈。